们的螃蟹都是生冷的，还活着的。哇，这个这么大一盘，可以两到三个人吃，竟然才69块吧？啊，今天又带你们来到这个好时间，因为新开有一个手抓海鲜，我们去抓一下。然后现在这个 food court 已经是改成24小时了，不过我们今天吃的手抓海鲜是5点开门的啦。我们要吃的档口就来吃，直进来转左就找到了。啊，就是这档 S Class Kitchen。哎，老板。哎，老板。有什么好介绍？我们的手抓海鲜，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新鲜进货的。我们的这个螃蟹是生猛螃蟹来的。哦，所以包新鲜啊。包新鲜，还活着的，我们在养着的。那、哦、有什么特别吗？我们还有这个冬粉系列。三鲜冬粉是我看到。三鲜冬粉也是我们的其中一个主打来的。然后我们的这个招牌江龙汤是我们自己熬制出来，然后也是自己调制的一个高汤了。这样两样都要了。哦，所以来我一个人。我们的螃蟹都是生猛的，还活着的，现杀宰杀。螃蟹鲜点鲜宰，热腾腾出锅，淋上高汤。然后我们手抓海鲜这边，我们还有准备了这个小手套给我们的顾客的。可以啊，这次要帮我戴套，自己戴。Okay, 这是他们自己独家的三鲜冬粉，里面有很多是虾，大大只的虾，还有很多的辣辣，然后重点啊是用冬粉，那个汤的那个酒香味很香，而且像他用的是冬粉哦，很像比米粉还要爽那个味道，你看汤是感觉像清清底，可是又很浓郁一下，那汤很香，那个酸米还有酒的味道，对，这个好吃，尝试完给你啊。还有多少钱？来给你们看一下，这是什么海鲜？就有螃蟹、虾、喇喇，还有摄影师的包送。啊，这个这么大一盘，可以两到三个人吃，竟然才69块吧？太省了吧！而且那螃蟹还要是 L size， 啊，肉很甜美，新鲜生猛的就是不一样。来尝一下我们的酱。上门招牌的香辣酱鸡丁，这个香辣蛮特别，因为不会很辣，还带有一点甜。啊，这一次给你。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他想要新鲜弹牙。老板，这个是请你们吃的。如果你们就是有来我们 Facebook 的 page， 我们就会有这个巴黎的黄金沙门给你们。哇！记得来啊，可以吃。还有慢吐司啊，大捞脆脆的慢吐司也挺好吃。啊，老板，你这做好几久了？我们这个是从2018年开始到现在的，我们15点到11点的，每天除了吃，我们每两个星期三就是一